你们是不是都有喜欢的人，但是还没有告白？今天我们来为你们唱这首歌，你可以送给他。心跳的证明就是像好算什么心动的瞬间吗？好吧，心动的瞬间因为有你，因为就像你们在看我们的影片感觉好像很远，但其实希望很烂。